好，谢谢主持人，谢谢两位院士的精彩分享。下面是本次大会的一个特别环节，互联网正在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影响着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新的互联网体系结构在快速发展，新的应用和新的互联网接入技术也层出不穷。在新时代下，推动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技术的可持续发展，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接下来我们要举行的是互联网基础设施论坛的揭牌仪式。互联网基础设施论坛将作为一个多方参与的国际化平台，在未来促进全球互联网基础设施产业界、学术界和用户社群开展交流对话，分享基于 IPv6 DNS 服务的扩展安全、网络安全与隐私、网络连接等一系列最佳实践，为促进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安全发展和基础设施技术的创新。 共同做出贡献。论坛得到了吴克全院士、刘东主任、互联网 DNS 协议发明人 Dr. Paul Mockapetris， 互联网域名软件发明人 Dr. Paul Vixie， 韩国互联网之父 Kilnam Chon 教授、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SDN 之父 Nick McKeown 教授、Linux 基金会副总裁 Phil Robb 先生 ，MEF 论坛高级副总裁丹 Pitt 博士。 外的联盟的创始人 Jun Murai 教授，以及 IPv6 论坛Latif 主席等专家的支持，他们都是为全球互联网做出卓越贡献的先行者和奠基人。下面有请他们上台参加揭牌仪式。Please welcome on stage. 揭牌仪式到此结束。今天下午将在这个会上正式举办互联网基础设施论坛，届时将有精彩的演讲，并发布 2017 IPv6 支持度报告，敬请期待。希望论坛能够成为提供更多交流、更多分享的国际化平台，为全球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可持续发展和互联互通做出贡献。谢谢大家。